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啊，这是一首李清照的这个诗。那这首小诗呢，实际上气势非常的磅礴。那项羽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打输了嘛，打输了，一旦过了江东，他将要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呢？他带江东子弟出来打仗啊，打到一路带几十骑十几骑回江东，那就只能削发为尼。你想要东山再起，已经不太可能了。他的这个处境可能比当年的蒋介石还要惨得多。蒋介石好歹还捞了很多的这个金银财宝，那个还有国际上还有资源。那么他自己呢，这个项羽这个人，那就只能是两手空空，只能回去过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一集啊，后面有一个一小个系列的节目，就是说这个做高杠杆的事情，或者说自己做一份事业，他经常跟我之前做的几百集节目，其实有些大部分是相冲突的，因为我几百集节目做的还是，一般的我们朋友看，就是说我们上个班是吧？但是你要想辉煌腾达，想要做成一个大事业，你不去拼一拼，不去赌一赌，不好好的尝试一下，不全力以赴，不拿命出来豁，哎，这是不可能的，是吧？那你就过江东去，就过小老百姓的生活，去削发为尼吧，削发为僧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集说的是什么呢？统领后面五六集的节目，就是我们作为一名，比如说市场上的高杠杆的参与者，不论是做官员，还是做企业、做商人，还是说做财经这个做金融方向的，其实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跟中产阶级他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我有时候就得赌这么一把，比如说像前些年的比特币是吧，你一旦上来了之后就不容易下去了呀，你这个层次就高了。所以我们这集的话讲的是讲做空了，我们从思路以及市场环境以及现在的这个策略三个角度来说一下做空或者投机这个事情。你说我们先说这个思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其实就是思路的这个开篇了。其实投机也好，赌博也好，财经的这种方向啊，或者说当兵你冲在最前面也好，都是赌。你当兵冲到最前面啊，也可能一将功成万骨枯是吧，慢慢就拔擢成为将军了，也有可能就变成炮灰了。最开始这一步赌压注是很大的，几乎拿自己身家性命来去赌，那后面会可以越走越稳健，慢慢的拔擢上来会好得多，但刚开始这个压力跟赌注是非常的大的。那其实各行各业呢，我们觉得应该都是这个样子，它跟我们说的这种过日子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得真正的把握和极大的机会。所以我们这个也不光是我一个，很多朋友他为什么会很重视康波周期、康波理论这一套东西呢？其实他讲的就是你一个人一辈子的机会他不多，因为康波周期他讲的是五六十年是一个周期，如果你这个繁荣的时候不能追上，比如说你在中国房地产之前不能追上，你后面可能要加倍加倍加倍的努力得多，然后你才能追上是吧。你错过了一个周期，所以大家都特别看重康波，就是特别看重这么一个时代的机遇，这么一个轮回的机遇。当然我们这里也有说到这个康波他实际上呢现在的这个周期变短了，并没有五六十年这么长。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周期来了，如果你前面的机会抓不住，后面的机会就很难把握啊，这是我们说的环境。但是我们说了这个是做多的情况，如果我们可以做空，哎，那情况又不一样了。做空我一样在市场萧条的时候一样也有机会能够上去，能够挣到钱是吧，虽然说这个难度会非常的大啊，这个是我们整个思路的情况。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整个市场的环境嘛，全球的市场环境。我们前面有说到，但是没有，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说透，我们再继续引申一下。就是在2015年到现在，我们就算康波周期把它压得更短啊，不是五六十年，五六年或者说十年的时间啊，我们看到，美国之前是十年，2000年到2008年，应该说是97、98年吧，啊，一直在加息的阶段，其实全球都在紧缩啊，香港的房价都一直在跌的，大概十年的时间，最近这十年呢是一直在上升的阶段，但现在是一个收缩的阶段。那这收缩的阶段，我们看一下，实际上上一轮这个放水的情况，我们就已经看到很清楚，就是泡沫非常大，哎，
大家看刚才泡沫全部爆裂了是吧？那我们说那个泡沫是怎么来的？2015年的时候到2000年，我们看2015年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房价涨了1倍多啊，美国的股市也在大幅的上涨。但是啊，我们没有引申出来，上一集没说的是，最近这5年，全球的科技产业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进步啊。你说一点点没有，那也不会啊。苹果还发明了个耳机，无线耳机，是吧？那这个Google 还搞了一个 Glass 啊 ，Google Glass 啊，这个 OK Glass、有用吗？不是那么有用处。你说这个耳机带一个无线的只是方便了一点，但是它是这种时代划时代的进步嘛？没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非常背离的这种情况，就是最近5年甚至更长时间，甚至我们说2010年最近以来的10年时间，整整10年其实并没有划时代意义的产品。4G 在10年之前差不多就已经成熟了，就已经接近商用化了。后面只是说投资了 4G， 那这个科学技术水平在进步，但之后没有什么像样的这个技术进步。基本上我们所认知的这些科技大爆炸，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来临。所以说这10年这个泡沫是非常重的啊！我现在说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思路，这里说了一个时代的背景，就是实际上泡沫实在是太厉害了。OK， 我思考一下。本来呢是想找一个 Coronavirus。Coronavirus 的那个 Corona 是吧？但是现在环境有限，只能喝点便宜的啤酒啊，找不到 Corona。我们接着说，那如果说我们这个选择的，比如说做空，或者说选择这个时代的这个高杠杆，它的就是采取的这个想法跟思路是不一样的。它就像一只秃鹰秃鹫一样，你必须得找腐败的肉。所以这里的话说，我们说了一个大的思路，这个东西做空，我们首先要一个大的框架说，这个东西是有一点道德上的压力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市场上的人总是在做多，我们总是认为股票在上涨，然后就能够帮助大家把生活水平提高，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你做空好像不对耶，别人都很艰难了，如果再空下去的话，可能市场上会有很多人失业，很多的这些中小的资本家可能要跳楼，那么很多的这个家庭可能面临支离破碎，会爆发很严重的家庭危机、伦理危机、这个感情危机、社会危机啊，从个人到家庭到企业到整个社会都面临很大的这个震荡，这个是不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我们这一直谈框架的事情，我觉得是这样，做空这个东西啊，我们必须得说，或者说往市场往下跌，有时候它只是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就是我为什么这集说的这个，你看这个刚才这个，它本来的面目是这里，是吧？啊，刚才我喝了一口，那之前的时候有这么深的泡沫，所以说，当然这个泡沫不严重啊。如果说我们泡沫是这么一大杯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一杯子里面找有多少酒，而不是有多少泡沫，因为酒就只有一点点。那还好，我刚倒的时候，杯壁下流了，所以还好一点。如果说这10年的这个泡沫，我们可以认为它实际上可能只有这么一点点的酒，实际上这么一大杯啊，就越到后面越是泡沫。最近这些年来越到后面越是泡沫，实际上大家的生活水平并没有真正提高，这些提高都是虚假的繁荣。所以说你说投机这个做空这个事情，其实在很多时候啊，我经常以前有提到过这么一句话，我的这个财富本来就不是你的。很多朋友说这个房价下跌了，那跌了之后怎么办？我其实经常之前有说过，我说了2年多房价下跌是吧，我说这些钱本来就不是你的，是信贷泡沫催生出来，所以显得房价那么高，不是你真的你自己个人有那么高的价值是吧。那什么叫中产阶级呢？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事业，你不愿意去拼，不愿意去赌，实际上在北上广深你有2套房子已经是极限了。你一个没有事业的人，你要那么多钱，要超过1000万的价值，要超过1000万的身家来干什么？要北京上海超过2套房子你想要干什么是吧？你自己不花掉不用掉，实际上
最后也是会消散掉，不是你去接济亲戚朋友，就是被自己的儿子子女给败完了。而且自己的儿子子女他自己实际上能不能有本事，是靠他将来的能力啊，能有多大的成就是靠他的能力是更多一些，因为他有几十年的路要走。所以说你给他留了超过更多的钱，超过1000万的钱，实际上价值也不大啊，当然还是很大的，就我们固化这段时间固化大，但是放了更长的历史周期来说，看了人一辈子来说，我觉得价值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巨大。所以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投机这个东西或者说做空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什么，我们国内前一段时间党内有说了叫什么，务必先腐然后生存，然后生存，就是你自己先腐败了自己并没有任何用处。我有时候想说，因为我们这集做的实际上跟中产阶级的那个概念是相悖的，因为一个是有事业，一个是没有事业，两者就是相冲突的。我们刚才说超过1000万的身家，这就是一个分水岭。如果你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你超过1000万的身家，你每天只知道买包换车而没有自己的事业，你觉得这是什么行为？这就是趋啊，是的。如果这个社会趋同多了，没有做空的人，没有平衡他的这个价值跟这个概念，那怎么办呢？那这个社会更加没有运行下去。所以说你不是说让这些股票暴跌然后让别人去失业，而是说你可能你这个工作本身就不值得存在，你这个公司本身就是在烧繁荣时间投资人的钱，或者说你这个国家本身也就是虚假的繁荣过度的信贷泡沫，它是它本身有问题，而不是说这个做空者造成的。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我的这个一个比较一个框架的思考。当然很多人说那这是你的思考，有没有例子？我们举个例子，其实这个跟市场是不是一个比较健全的市场有关。比如说中国就比较习惯用限制的方式，哎，你们不能做空啊！像今年这次也是2015年，我们也看到也限制了不能做空。但实际上的话呢，成熟的市场会好得多啊。我们当然看到最近英国也有很多国家包括加拿大、澳洲也都出现了限制做空的情况。但是目前来说，美国还没有限制做空，对吧？美国长久以来就不能说鼓励，但是起码的话，它不会说限制的很严。那至少到现在都暴跌到这种程度，他用其他的方式影响，但并不会直接出手说你不能做空。因为这种在成熟市场实际上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现在特斯拉这最近大半年涨得很厉害，最近有回调，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过去特斯拉上市以来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它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被做空。特斯拉作为一个它的老板是这个像埃隆马斯克像这个钢铁侠一样的一个人物，那他的股票还能够被做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什么股票是不可以被做空的呢？所以说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这也是我们说我们认知的一种不能说是高度，就是认识的角度吧，认识的角度不同。比如说我们看到说这个前些年有一些反省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些美国电影，我也跟大家推荐过一些 The Big Shot 大空头这个片子，那有几个人就挣了大钱嘛。那几个挣了大钱的人，我们说他后面有没有受到美国法律的制裁，有没有说他这个过度唱空美国呢？并没有，是吧？那甚至这个片子还有点褒义，就是说你们挣的钱是你们判断准确，是吧？那这个是他的就是他这个思路跟我们不一样。那如果我们中国的话，肯定会有很强的道德压力。哎，像这种捐款啊，这种七七八八的事情，其实很多事情，比如说现在这种疫情的捐款，那这个就是个人行为，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借口。别人捐也好，不捐也好，捐多少也好，你一个字都不要发声，不要去说别人，没有任何意义代价，那是别人的钱，再多钱可以不捐，再少钱也可以捐很多。当然这个少钱捐很多，这个我们最近现在国内讨论的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就是别人个人自由，只要是自己的愿意的是出自真心愿意，不是被洗脑的，这个都是可以的，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话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认识角度是什么样的。 OK， 我这个再休息一下，思考一下。
们这个最后再说一下，其实做空的话，国内也有很多的这个办法，但是我们说啊，确实国内的这个限制是比较多的。我们刚才说了2015年跟这一次疫情，实际上国内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面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去年的时候我跟大家聊起过这个蛋白质涨价，是吧？实际上我当时我有参与国内鸡蛋的这个期货，现在事情过去了，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参与的时候，后来我持有的手数是比较多的嘛，后来到了尾声的时候，快到年底的时候，这个交易所就是这个券商也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手数不能多过多少手啊，具体多少手我就不说了，他说你这个账户你这个不能多过多少手。那这个话就是相当于就是他的限制，就是背后呢，大庄家政府是比较重的色彩，就是比较明显比较重。但这个说起来啊，也没什么特别的，有的不是说这个政府做庄就不是正常的，其实这个世界都是力量大在做庄。比如说石油，后面我们单独一集会说，你说哪一个品种是没有真正大庄家的，就看谁的力量强啊。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说这个搞慈善啊，搞什么这些东西，你在这个金融市场上面，在做空做多这种市场上面，特别是像这种零和博弈的这种期货市场这种高杠杆的这种比如说衍生品市场啊，外汇市场这些大宗商品这些市场上面期权啊这些，它其实就是权术权谋，因为它事关直接财富分配啊，它跟这种高层的，比如跟一些权力斗争，跟这种很多东西是很像的。权力斗争就是你一个国家，你比如说你常委就是七把椅子，有你就没我，有我就没你，就算你改成九把椅子，那有意义吗？对吧？只不过说七个人的权力搞成九个人来分，是吧？是它就是零和博弈。实际上，这个世界在我们刚才说了，中产阶级的概念是我有你有啊，我们你有我有，大家都有，是吧？但是这种高阶的这种我们人类社会是金字塔上面的位置就是这么多啊，讲来讲去最后就是财富跟位置的问题权力的问题，那最后就是零和博弈，就是你有我就没有，我有你就没有，它就是一种权术权力的拼杀。它不是说这个明天会更好，那就是我们一人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明天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它到最后到策略的时候跟我们刚才说的还不一样。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做空它有它有真实的价值，就是让这个去捕捉这个提前捕捉市场的这个真实价值。但实际上到最后你在决策的那一段，它就是权术跟权谋，就是判断谁的力量更强更大啊，就是你的跟着趋势走，跟着社会的形势，你的提前判断社会的形势。这里的话我们说了这个社会发育程度，我们到最后说一点策略，不说那么具体的，因为具体的我们后面再说，我们只说就是中国市场更孱弱一点，更弱小，更幼稚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像国内的，刚才说了我们举了一些例子，实际上国内比如说现在这段时间国内的期货就没有夜盘了，以前晚上是有夜盘的，就是石油是从晚上9点钟一直交易到凌晨2点半，对吧？那跟美国的这个美国跟英国的这个原油时间重叠就高度相关，黄金也过了凌晨应该是12点1点钟的时候，那其他的像这个螺纹钢的话是9点到11点钟晚上，那白天的话都是9点到11点半，中间有一个15分钟休息，那10点15到10点半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是1点半到3点半，那这个是国内的这个期货的这个交易时间，品种跟杠杆大概就是10来倍啊。现在最近市场波动，我看到今天也有券商说了啊，这个杠杆原来说有9倍的、11倍的，现在都很多的调成7倍到9倍，有13倍的调成11倍，有一个降杠杆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的话，我们说那国外情况就不一样，国外的像黄这个，比如说，美国指数，美元指数啊，美元指数它交易时间就特别的长，像石油交易时间也特别的长，一天差不多就是23小时，每天差不多就休息1个小时，因为它这个。其实美国现在也跟日不落帝国是一样的，全球虽然说北美它的时区也一共就是3-4个时区吧，但实际上全球12个时区，都
都覆盖在里面，都是它的势力范围。所以说每个国家的这个货币交易跟美元一挂钩，美元指数肯定是不能停的，对吧？包括原油的价格也是这个样子，全球性。那海外的杠杆经常都是，像香港的话，有20倍的、40倍的、80倍的，也有一些欧美的券商在香港会提供这个百倍的这种杠杆。那欧美的话，百倍是标准的杠杆啊，这些杠杆率都非常的高。这些具体的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我就是正好说了做空这一集说一下，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啊，这里我就说了，大多数听节目的朋友还是中产阶级，甚至还在往中产阶级的这个脚步上奔。但并不是说我这么久做节目，并不是说我不想说，而是说我知道大多数观众不是做这一行的。但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看我这个节目流量也不高，而且最近市场变动极大。我觉得这个市场变动大了吧，我也不用说假装没看见，是吧？假装不说事实。那既然市场变动这么大，我又了解一些，那我就跟大家还是说那么一点，是吧？那更多的具体的东西啊，比如说你要不要操作什么七七八八，还是要特别长时间的学习和虚拟盘的交易的经验。因为这种东西啊，除了你的学习之外，它跟这个学跟做是不一样的啊，做跟有成绩出来也不一样，对吧？你如果说从你还要到先到学习阶段的话，这个时候就不能太过度的听这种市场，因为自己的这个经验积累是很重要的。我看一下是不是都覆盖到了，我想一下啊。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还是总结一下吧，我看一下，再理一遍，看有没有新的一些地方跟大家说的。就我们刚开始引用了李清照那首诗啊，再重复一遍：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啊！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你看一下，多大气磅礴，是吧？李清照应该是宋朝的，跟刘邦、项羽。楚汉界之争已经过去了大概900多年啊，是公元200年左右的，公元零零年左右的时候，一直到差不多1000年啊，到这个李清照啊，这个公元1000年的时候，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就他能回忆起项羽还是这么一个大气磅礴啊，这个说的就是这种如果你要做高杠杆这些东西啊，就是他得有一定的英雄情怀。是吧？然后你才有动力去努力去做一份自己的事业什么东西。那这里我就其实也在提醒中产阶级，就是很多观众朋友，就像现在这种财富收缩的阶段，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因为这是什么问题？我看到很多中产阶级就是，实际上他只是打一份正常的工，一个月收入可能不到5万块钱，两夫妻，但是他的消费是什么？今天来一个包，明天来一个包，老公老婆就天天换包，老公就天天换车。这 LV 包不够，还要搞个爱马仕，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是吧？你说如果说有正常的社交需求，在一线城市生活不容易，那大概一年买一个包，女人也就差不多了，男人到3年到5年换一个车也就可以。那么搞一个标准配置，老板像老板大老板一样，每2年换一个车，或者是刚买的就喜新厌旧了，这种是不合适。像以前这种欲望的消费方式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你没有项羽这种牛逼的程度，就不能有这种，你就不能天天换虞姬吧，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控制欲望，这是对中产阶级说的。那如果说对于高阶的说的，就是你跟中产阶级就是有界限的。我今天就是不愿意输也好，赢也好，我也不愿意回去过那个日子。当然，现在这个社会，所以中国要健全的话，还是要看像西方，它是比较鼓励有失败没关系，你可以从头再来，对吧？你比如像深圳很多山河大神的话，我觉得他其实不是说傻，他甚至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坏毛病，比如说爱赌博，还有一些的话其实还更健康一点，他只是创业失败了，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负担起之前的债务，他变成山河大神。但这个话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说现在这个创业的这个成本代价也比较高，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要做高杠杆，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是吧？但是也不风险大归大，你还是得这个努力甄别。好，那我们后面接着说了，就是这个做空的事情。其实做空的话，我说了一下大环境，就是这个世界实际上它需要一定的洗礼跟清洗，
这不是说，驱这个像细菌、病毒或者说秃鹫这些东西，专门吃腐生的东西，它们就是坏的。那大自然需要它们嘛，对吧？你一个动物死亡了之后，你秃鹫先吃嘛，吃完之后剩一点没吃掉的那个蛆就在那里撞嘛，撞撞撞，剩一些骨头啊什么七七八八的，那就和点泥沙、空气的氧气，是吧？微生物就开始在那分解嘛。对吧？那必须是你这个动物先死的，这个秃鹫才有机会。秃鹫吃完有这个机会之后，然后这个蛆才会长。你说我这个健康的躯体，蛆可能长吗？苍蝇都不可能挨着我身体，然后一有苍蝇，我啪的一巴掌打死它。那这个就是自己有问题，这个社会有问题，有泡沫才可能呢。被小人，被我这样小人，被很多小人利用。但是我们说，其实它是有正面价值。我们看美国市场就知道了，做空是蛮多的。然后，这个就是说时代背景，这个泡沫比较多啊，泡沫很重。然后我们也说了这个社会价值跟意义。然后尾巴我们说了一下，大概说了一下，就是国内的，我们再拓展一点点，就是国内的这个，做空的市场整体杠杆比较低啊。我们总结一下，然后呢，市场交易时间比较短。然后历史时间比较短，然后参与的人不多，能够承受人不多。那据我所知的话，大概是100倍的关系，就是正常股市的话，可能是1.4亿的这个交易用户。那么真正参与高杠杆的，大概就算加上比特币，加上海外的这个大宗商品啊、期权期货啊，加上这些外汇啊、原油这些大宗商品。一共可能也就是200万人左右啊，跟这个大概是100倍的关系。那这个的话，就国内的这个投资者的认可度也不高，但这个情况是这么个情况嘛，整体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就很多问题就更加具体了，我们后面再说。那后面的话，我跟大家说，可会分级说一下，比如说石油发生了什么，黄金发生了什么，比特币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像这个。人民币的情况啊，这个美元的这个霸权有没有能够保存啊？包括国内房地产市场、国内的股票市场，这些我都会说一下，但是不见得每一个都会特别的专业，也不见得每一个都能说得很到位啊，很多都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当然这些的话就是说，大家自己判断，因为这些我们自己做的内容可能就更加小众。希望如果说有看到你不是参与这个的，千万别进来。你知道自己没英雄那条命，就不要往英雄这条路上走，对吧？要走的话，就准备走一辈子，要不然会中间的失败成本会很高的啊！你再回来的话，你就不能回到江东了啊！你就过不了江东了，是吧？这个原来日子可能过不了了，那你就要去深圳做山河大神了，是吧？过不了江东了。好，那我们这期内容就聊到这里啊，感谢大家收看。